婆婆，阿奴来看你了。哎，乖阿奴，你怎么会跟你少侠在一道呢？哦，婆婆早就认识他了，人家本来是想介绍给你认识呢。这个人啊，好不要脸，不但想偷凤凰蛋，还想占人家便宜呢。你说这人可不可恶啊？凤凰蛋是我叫他去拿的，你这丫头怎么又不听阿娘的话，乖乖待在城里享福，老是跑到深山里，真的被人占便宜，算你活该。城里好无聊哦，山上比较好玩嘛。李少侠，顺便向你介绍，阿奴是我最小的弟子。这丫头别的毛病没有，就是有点贪玩，又爱黏人。你跟她在一起可得小心点。他原来是前辈的高徒，难怪小小年纪身手就如此了得。你们还有事没办完，就快去办吧。哎，那我就要跟阿奴去办正事了。就在，好，没事，我还是不要讲好了。少主，你回来了。我不在这段日子，一切还好吧？还不是那些黑苗族的人，三天两头来校正，今天夜里还跑来偷袭，不过都给他们打回去了。阿娘有找我吗？你一声不响就溜出去，这次族长好像很不高兴了。对对对，张耀阳。哎呀，不会有事的啦，每次他看到我就生气不起来了。果然是千金大小姐，你看李逍遥都是喜欢跟这些大小姐那边挂钩，尹月如啊，阿奴啊。然后这边有个支线啊，这边有两个支线啊。这边音乐是天之痕的吗？我刚前奏很像。这石像看起来好面熟，的确栩栩如生，简直是活人变的。然后这边有一个宝物，这里吧。你看到我怎么要打招呼呢？我为什么要跟你打招呼啊？你是谁？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你这个丫头是谁啊？为什么一定要见过我？我阿娘是白苗族的族长，全白苗族的人谁不认识我？对对对，你是族长女儿嘛？我知道，我知道。不对，你不是白苗族的人，你是不是黑苗族派来的间谍？嘿，臭丫头，被你给发现，留你不得。这个间谍太笨了吧，有蠢的。1600，纯间谍啊，纯间谍怎么抢？卧底真不好，大名鼎鼎的人物都不认识，好，就这样被干掉了。OK， 好，这边还有宝物可以拿。反而先问对方。那你先在这里等我一下，我去见阿娘。这会议室好小、哦。阿娘，我回来了。阿奴，娘和诸位长老有重要的军情要商议，你先退下吧。为什么？我要参加嘛。别孩子气，我们一回合又要和黑苗族人开战，你乖乖待在城里，不要乱跑。人家才不是小孩呢，我的法术已经不输给盖大姐了，而且我也跟我们去打仗啊。阿奴，你是白苗族的继承人。你阿娘当然不能让你去冒险，不过你放心，唐大哥会尽力保护你阿娘的。OK， 就是唐玉，路人唐玉。
谁准你直呼我的小名，没大没小。是是，少主，属下失礼。对于刚才所定定的策略，诸位可有意见？使用五毒兽来作战，会不会有风险？万一毒兽反过来攻击我们自己的人怎么办？这点大可放心，乔家那些大家伙是我拿手的，何况黑苗人都已经用魔术来对付咱们，咱们可不能白白吃闷亏。阿娇，训练五毒兽的事就拜托你了。是，交给我，你放心。阿娘，我想求你一件事。求也没用，我是绝不可能带你上战场的。不是啦，人家想进青云洞一趟。不准，青云洞不是好好玩的地方，而且一个人进去太危险了。这趟有人陪我去嘛，而且他的武功很厉害哦。阿奴，你这么大了，阿娘管不了你。可是你要知道，我不在的时候，你就算是大理族长，如果你真的有心想帮阿娘的忙，就安分一点，不要成天到处乱跑。人家真的想帮大家的忙嘛，我想只要把水源柱给找到，就可以解除这场旱灾。有了雨水，大家都不必再为争夺水源而打来打去的。傻孩子，事情没那么简单。水灵珠自从十二年前被盗后，阿娘派人多方追查，至今能毫无下落。当然啦，因为现在水灵珠不在这个时间点。而且，就算我们真能找回水灵珠，而现今世上已经没人会使用灵珠了，除非武后娘娘在世，否则也是枉然。少主，属下认为眼前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靠自己的力量度过目前的难关。这场战争真的非要一直打下去不可吗？黑白苗疆两大族的之间已经不可能再恢复过去那种和睦共存的日子了，没有人愿意战争，可是我身为族长就必须为全族的生命财产而战，既然乌王派人来攻打我们，我们就给奉陪到底。我要是男孩子就好了。丫头，等你再大一些，选一位勇敢而善良的男人做丈夫，就可以替阿娘分担这些事了。这个人是怎么回事？鼎少主，属下是火麒麟洞的卫兵，刚才我发现这个人鬼鬼祟祟的在洞窟附近窥探，就把他抓起来，正准备交给族长发落。你做得很好，不过阿娘他们正在开会，你先在这边等一等。是。咦，有人，快跟我来。李逍遥都没说啊，不能上去了啊！怎么是你一个人在看守呢？现在卫兵呢？刚才我们抓到一个可疑的人，我叫他去押他去见组长。我才刚才从阿娘那边过来，那卫兵又早走一步，怎么我寻出到这头却没见人影呢？啊，这也许是少主走路比较快。鬼扯，他已经趁机偷懒去了，就把他找回来。可是这我暂时替你守着，快去。是。咦，走吧。运堂允许我们去取火麒麟角了吗？差不多了，跟我走就对了。用骗的，用骗的。好，又是一大段迷宫哦。为什么没印象？这是新怪物吗 ？iOS 改版。真叫怪物吗？那这一只呢？三头蛇，这是原本就有了。人家是双头龙，你是三头蛇，哦，很够用哦。啊，还要骨。啊，这是蜥蜴人，基多拉，库斯拉大战基多拉。本来就有了。1160。好，好，打胜利1000次的成就达成。火麒麟到了，火麒麟这边有宝物吗？这只就是火麒麟兽吗？看起来不怎么可怕嘛。有车可以开啊！你
我刚刚贴给你连结，你可以去看一下4月18号的直播档。诶，他好像在打瞌睡呢。我来拔他一根胡须。喂，吵死了，打扰我睡觉，该死。什么头？什么头？讲清楚哦。我痛！这边很尴尬，就刚好他不阿努不会冰系的招式，然后也没有水灵珠，这整个就是被弄。看一下攻击力高不高。216还好，那就不用天罡战器了，用逍遥神剑。OK， 逍遥神剑比较痛。不行啊，这小怪物不用用什么乾坤印子。阿顿哦，下毒也是一个方法。等一下，可是我是不想用鼓啊！我知道是 boss 啊，可是他不强。啊！你们欺负老人家！哇，变成人了！我想说，这十年来喉咙一直不太舒服，原来是卡了一颗奇怪的珠子在里头。我说两位小朋友啊，你们老子没有教过你们要敬老尊贤吗？出手这么重，我这一把老骨头差点给你们给拆散了。你是妖怪吗？不然怎么变成人的样子？你说我是神灵圣兽也好，要说我是妖魔鬼怪也行，反正有智慧的非人类，随便爱怎么叫都行。只要不要随便吵醒老人家的午睡就可以了。是，真是抱歉。此地并非游玩之地，你们跑进来干什么？当然是该办正事喽。王贝的妻子伤重难产，急需要凤凰蛋、凤凰蛋壳与你头上的麒麟角救命。要拿我的脚去做安胎药？你哪里听来这么偏方？人类的妈妈若是同时吃了这两种东西，搞不好娃娃蹦不出来，反而生出了蛋来。蛋？这灵兽圣药凡人怎么可能消受得住？不吃流鼻血才怪的，除非你妻子不是人类。是，我们的妻子男女娲主义，外形上有时一半是蛇身，可是除此之外并可常人无异。哦，他现在在哪？他带来给我看看。我妹的妻子伤重未愈。哎呀，我一时高兴给忘了。我问你，你老婆叫什么名字？今年几岁了？她叫赵灵儿，今年16。灵儿，这就错不了了。来，指甲拿去。哇，说拔就拔。对不起，为了我们，害得你智商提升。没关系，反正过了几年就会长回来的。千年来，我常做同样的事情。最近的仪式是37年前，你妻子的外婆生你丈母娘时也是如此。年纪轻轻，
就偷藏禁果，在本身灵力与体质未成熟之下，就怀人类的小孩子，是会失去变化人形的能力。我跟你丈母娘的先祖越有交情，每次发生这种事的时候，他们就会来找我。欸，意思就是说，小小的丈母娘跟灵儿都是偷藏禁果，然后就来找麒麟。天哪！这是麒麟教叫上凤凰蛋壳来帮助他们提早脱开幻骨，恢复灵力。那小孩正说的小娃娃会不会像小蛇一样从蛋里跑出来啊？这，你放心，基本上完全就跟人类一样。那人又是怎么生小孩的啊？这自己回去问你娘吧。好啦，东西拿到都快回去吧，子弟十分酷热，对你们身体不太好，不要逗留太久。哎，人类怎么生小孩？要不要小友对你示范一下？哎，小娃娃生下来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去看啊？有什么好看的？人家想看看你们的小孩生下来的时候会是什么模样吗？你也太无聊了吧！哎呀，差点忘了告诉你一件事，你离开大理城之前，务必到女娲神殿一趟。到了那里，我该做什么？去了，自然明了。等下，张娜，等下，李逍遥就教你哦，告诉你。李逍遥就扮演在火麒麟洞里面就地正法，然后这款游戏就变了。OK， 好了，去大理神殿。